看一下这些公务船啊、客源船啊，这个这几年有没有增加这个趋势？通报的这个趋势？没有，反而降低。过去五年哦，成功拍下军舰领奖后领奖金的案件数有多少？跟委员报告，我们大概112年是通报一件奖金10000，111年是通报三件奖金30000。在之前的比较多，那我手上还没有一个数字。那如果会后有，那您看，那部长，那您看这个拍下这些公务船啊、客源船啊，这个这几年有没有增加这个趋势？通报的这个趋势？没有，反而降低。反而降低哈。降低，降。我刚刚讲就是说111年、110年比较多，111年以后只有3件，112年只有1件。那院长，您了解说为什么这个前舰会在这里浮起来呢？院长。我请国防部还在了解这整个过程，跟他实际上的为什么这个原因。跟委员报告，我们按照我们相关的情监手段，已经有掌握相关的这一个潜舰的动态，然后在中线以西以浮潜的方式。讲慢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听不清楚。在中线以西以浮潜的方式来进行。那相关其他，我们因为涉及到一些我们情监手段，我想细节的部分。我不知道制造侦查手段，你知道原因吗？根据我请教这个军事专家的结论哦，他是这样说，他说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中线以西这个地方，因为是浅滩呐。比较危险，所以这个潜舰经过那个地方，大概都用浮航的方式来进行。这是我请教军事专家的。是那个地方，相当的在只有几十米而已。啊，比较浅呐、啊，几十公尺而已。对，所以如果就是我们请教军事专家了哈，如果确实这样子，大概要把资讯公开，因为这个大概有就不是怎样的说，非常的。好像是什么兵凶战危啊，好吗？不要弄到这么好像很紧张哦。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，全场惊喜等你来拿！您也想要加值行动力，维持青春美丽吗？618年中庆，十几元胶原蛋白生态，买6盒就送5包每日完胜口含定，买8盒就再加码送14包梦梦水饮品，绝对能让您满载而归。全场消费满1000就送100，最高回馈10%，另外不限金额消费就能100元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。618狂欢节，一起来快点购线上欢庆，享受绝佳购物体验吧！